知道它的尾针，你把它的尾针，没有，如果你把它的，你只拿它的尾，先把它去掉，然后再把那个什么摸摸那两个东西，然后就是会解释。还是把他们两个人都打脸，然后就看着很可爱。那你觉得怎么好可爱？你不单单是什么？你不觉得好看吗？要一方面的要多元，很多不同的路子要走。我也不会，太多。Thank you.